一个人的躲避球。我们的目标是拿到躲避球大赛的冠军。大家团结合作，一起努力到最后。加油吧！耶、！好，大家围成一圈。珊珊，球来喽！琪琪。因为下个星期就要比赛了，我们报名参加躲避球大赛，现在正在练习哦。这样啊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玩吧。哦，传球喽，珊珊。你们都看到了吗？这种球只有我才能够接得到吧？这算是超级接球了耶！我知道了啦，珊珊。好，要传球啦！我的特别球，好，我真的很厉害，只有我才能把球丢那么远吧？婷婷，传球！好烫啊！你怎么可以躲开呢？因为我觉得我会接不到球啊！珊珊，球来了！会不会太快了呢？就算我再厉害，也接不到啊！会吗？那这样子呢？还是太快了吗？这样子就可以了啦！婷婷，这次要成功啊！美美，球过去了。接好，有没有办法丢得很准？这样在比赛中是不能获胜的。我不要再继续练习了。我也不要练习了。妹妹也是。婷婷，你也不练习了吧？我想练得更熟练。我们走吧。珊珊，怎么办呢？这样就没有办法练习了。大家是怎么了呢？大家都很努力的练习哦。哎，是吗？喵喵已经很厉害了，所以不会觉得吧？可是大家都很努力了，是这样吗？我这就去叫大家过来。不用去叫他们，也没有关系啦。我们几个本来不是说好了，大家团结合作，一起努力到最后的吗？可是，我还是去叫他们吧。喵喵真的很过分耶，觉得自己球打得比较好，就那么凶的跟我们说话，对不对？我一看到球就好害怕，好害怕哦。婷婷，你在做什么啊？这样子也许就能接到球。躲避球练得够多了，不要再练了啦。如果多练习，看到球就不会害怕，就能接住吧。那种练习做再久，对球技也不会有帮助。找到了。哎呀，琪琪，你也不练习了吗？我是来叫大家回去，我们再一起练习吧。啊，不要啦。喵喵是希望大家能打得更好，加上心急，说话才比较凶。其实我也不是讨厌喵喵，可是听到他说话的方式，我就不想再打球。对了，要把
想到喵喵说的，就顺利接到了。你还好吧？啊，对不起。下次要踢准一点哦。好。你们的躲避球练习完了吗？我们提早结束练习了。这样啊，加油哦。那个，我还想要再多练习一会儿哎。真的吗？啊，怎么了吗？喵喵的手帕忘记还他了。那么我们现在一起拿去还给喵喵吧。我要回家了。哼。没看到喵喵会不会回家了？怎么办？琪琪，球来喽！嗯，重心要再放低一点。对对，很好哦。婷婷，该你了。来，琪琪，珊珊。还是想跟大家一起练习。妹妹，喵喵，这个来，拿去用吧。珊珊，我们说过要大家团结合作，一起努力到最后啊！好哎，喵喵呢？好。珊珊，该你喽。没问题，用力丢过来。珊珊好厉害哟！他们又开始练习了，还真认真呢。到时候我们一定要去